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只表是 Stanhart 的一个全新的型号。许多爱好者一直要求这个德国品牌推出这样的手表，而 Stanhart 终于兑现了这一要求。专门为 Neumann 手表制造的 Stanhart Adventure Polaroid 是我们第二款采用这种独特表盘形式的运动手表。在推出我们的 Ocean 39 Explorer 之后，加上 Stanhart 发布的新的 Ocean Adventure 工具表，我们便知道要一起进行另一个更大的合作。这很可能是鲜明的白色表盘中的绝妙佳作。该表完全由 316L 不锈钢制成，表耳顶部有精细的磨砂处理，表壳侧面和固定的钢制表圈都经过良好的抛光处理，为这款经典的运动手表增添了一丝精致的感觉。旋入式表冠和表背使其具有100米的防水性，使这款手表成为日常的最佳选择。为了完成实用的运动表外观， Stanhart 附加了一条20毫米的豪式表带，表带有很大的锥度，达到16毫米，加上一个签名的 Stanhart 表扣，该表带为该表提供了运动型的迷人外观。Adventure Polo White 的魅力在于它的表盘，也是该手表变得有趣的地方。从1960年代备受追捧的稀有潜水表中获得设计灵感，复古设计是我们的强项，因此明亮的哑光白色表盘上有看起来很复古的标记，创造出一个和谐的复古外观。被称为探险家风格的表盘布局首次出现在超级罕见的60年代运动手表上，其中阿拉伯数字369被应用于三孔布局上，标准的指挥棒式时标和指挥棒式刻度为经典的369布局增添了独特的变化。它通常使用的是圆形刻度，正因如此给了这只手表添加了更粗犷的吸引力。这款手表还配备了拱形的蓝宝石水晶，内部有双重防反射涂层，这确保了一定程度的防刮伤性和可读性。即使是在恶劣的光线条件下，光线不足的情况下，可读性也不会成为问题，因为该表的指针和刻度都涂有一层厚厚的瑞士超级夜光涂料。为该表提供动力的是瑞士 Seleta SW200-1 阿拉伯机芯，它有26颗宝石，跳动频率为 28,800 bph， 动力储备大约为38小时。与标准等级相比， Seleta 阿拉伯机芯可在三个位置进行调整，并具有更好的日常精度。这款机芯已使用多年，在使用过程中证明了其可靠性、准确性和性价比。手腕检查，新的 Stanhart Adventure Polo White 的直径为39毫米，表耳距为47毫米，厚度为13毫米，它戴在男人和女人的手腕上都非常合适。有了白色背景，它更提升了中性的吸引力，而不会影响到任何可读性。这款手表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块真正的运动手表，它很有侵略性，近乎粗犷，体现了许多人眼中的理想的一块好手表，可以在许多场合和冒险中佩戴，用途广泛。总的来说， Stanhart Ocean Adventure Polo White 是一款不折不扣的运动表，它的制造精良，价格也不高，这可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Stanhart 成功背后的主要原因。你得到的是一个经典的表盘布局和我们都喜欢的复古包装，可靠的瑞士自动机芯和巨大的价值。它与西装和领带搭配，或与沙滩短裤和啤酒搭配，都不会觉得不合适。这的确是一款全能型的产品。如果你对这只手表感兴趣，请查看下方描述栏到我们的网站上查看。如果你喜欢这段视频，请给我们一个赞，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获得更多精彩视频。请和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联系，以获得更大的福利。请持续关注我们，感谢您的观看。